还能过，还是没有人摘呀、啊？怎么我们留的？这么高都爬不上。我们今天从山上下来，然后来到这个橄榄果树前面了，发现还有好多果啊，我们上去摘点吧。上次我跟哥哥来这边摘这橄榄果，然后拿回家放到米糠里面把它催熟，催熟之后两天就吃完了。现在还想摘一些回家。三哥，你能上去吗？我能。上次大哥都能爬上去的。我肚子大，知道吗？摆几个月你都上去。你两个好逗啊！要不我上去啊？三哥，要不你推一下我，看我能不能爬到他上面去。我都做到了，推呀、啊，一起推呀、啊。我可是很重啊，先爬上去。你不要放屁哦！等，我笑一下，吓得我们都挡住了。本来是可以够着的，珊珊，你来试一下吧，你瘦一点。我啊，你看吗？我看一下啊，我也试一下。选那个鞋不好放。那给脱袜子，脱鞋了。能不能爬呀、啊？哎呦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袜子好脏啊！哇，好臭！啊！好无聊，快点吧。抓紧时间，我的。哇，这个是不会抓。这不能抓。你看，我帮你抬一个，抬的。哎呀！抓了什么？啊！停！啊！这回去了。慢点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上不去！上来！还是三哥上。下来！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上。你找一个那个地方趴吧，上到地。放走！好，放了。别把我山枣摔坏了！这回真的摔，他全身都摔到屁股开花了，不像样了。他现在这么胖，爬得起个屁呀！哎呀，这是一只灵活的胖子啊！真的摔，可以了！上了没有？过来了！哎呀！好摘的已经被我们摘光了，之前大哥摘光了。我都怕我。太高了。我知道有个东西可以装，可以上树那个大伯的那个，以前爬电线杆的那个。要不，砍一根小木棍，丢的打它下来。这里一个咔咔。这个你能打到吗？这个能打到吗？能不能打到这个？能的。上了，他下来了。上不了啊。他是因为你身材变样。要不要我上去？你也上不去了。上不去了。我上得去。好难上。下过来。大哥来试一下。吓死宝宝。那个猴子。我来上。不胖的，你来。来，我来。现在大哥来试一下，把手机全部拿出来。看我的啊，同志们！大哥在上个月已经爬过一次了，差点把腰摔折了，行不行啊？现在不好爬了。哎呀！内伤都晒出来了。别爬了吧！不要！真的爬不上，吃不了了。一使劲的吗？想吃的哪天要不找地方一棵好爬的。对，我们再重新找一棵好爬一点的吧。这个不行，我把手伤到了。四个都爬不上，算了吧。这个东西被人家拿走了，当柴火拿走了。哦，原来大哥来爬的时候这里有个秤子。这是伯父去年砍了一个木秤，然后被人家拿走了。哎！
放了放了。大哥加油！哎呀！哎呀！哇，这里有个什么东西在上面，吃了好多的，来。小鸟吃的。不是，比较大的一个小动物。比较大的一个小动物。松鼠。可能是松鼠。让一下，让远点，它掉高了。砍一个小树枝下来啊。摘不到是吗？摘不了。必须要砍。砍一点点就好了。让一下，你们两个让远一点。还会长高。它掉下来。丢刀下来了啊！那一下我丢刀了，别刀了，用刀不要丢啊！用袋子，还跳进来，还跳进来，跳进我的袋子，跳进我的袋子里面来。哇，你那牛仔裤，牛皮做的吧？我操，裆都破了！谢谢大哥，大哥永远是我们的大哥，还是大哥厉害。我们要全部捡进来啊，一颗都不要落掉。要得，不能浪费大哥的辛苦。太难得了，大哥对，太难得了。看来我们全部都要减肥了。我不用减了，你也爬不上了。我是不够高。要减的比猴子更猴子。好多啊，这个袋子是不是快9-20斤吧？没有，10多斤肯定有。好像有些被小鸟吃过。对啊。还有几个？这下真没了，这下真没了。我们回去了，这次可以做橄榄酸了，拜拜。这里还有木耳。哎，给你拿上来。哎呀，一二三，我就不信了。1、2、3，哎，加油，再来一次。两个挺好的。好了，回家了，把它放在这里。站起来，还有木耳。好热，好热。